少侠是否进京赶考？是也。那可否与我同行？可。家住荆州，户人赴商场，状元何能当？家父进京，各方武学盼望，仕途超荣耀。日复一日淬炼金箍刀，把烈日磨成刀。无所只用无望的皮肤，探我自己走的道。一炷香，千里马赴宫，军我百步传扬两军方。是我的双膝不被千金招下三把刀，是支撑我们龙族的脊梁四方顶，将我的热血分向四面八方。我来自巅峰的高地，带着霸权威的空气，虽没有一身龙鳞，不惊轮也怕出人头地。四书五经饱读，春秋是书里意，漫漫长路几修远，求悬梁砥砺，泛滥数万卷，便能下笔护江山，胜负暗不言卷，为夙愿同赴长安。霸王令踏破天下，敢踏破这辽笑大魔，我乃不义之叛，闻道后再报效家国。今日与君相伴，相谈甚欢，可否与我再论一道？请。后会有期。